稍微大一点，你不用，你对准之后就拉那个镜头拉大点就行，是吧？对，我自己，对，我自己看着点就行。刚才你坐那个位置，那小子都已经学7、8年了，你这刚拍一下就拍来了。对。那也是个人，也是个劲儿啊。是。他应该15年的时候差不多就来了。你也是刚拍业，前年后后是吧？嗯。所以你这样拍就能拍7年。对，他来一休，哎，他就没换过地方。是这一想，一转眼的事儿。
你这个指甲两边疼吗？不疼。就是让大家根据耳机里到一个口径。